家看起来都很累，都卡机。好，作为一个小小员工的我，要用食物为努力工作的선배님加加油，快听。好，开始吧。因为这是一个在工作时候可以做的小吃，所以一定要很简单，而且不会很花时间。最重要的是非常健康。자시작합시다首先我们要把果仁弄碎，我已经准备了一个保鲜袋，噠噠，我们把不同的果仁放进去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放在毛巾上面，擀面棍这样打，好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耶，搞定！贵柚子剪刀把果肉剪碎，弄碎一点。然后我们要把油籽蜜放入微波炉，我们要把柚子果，贵柚子，贵柚子啊！好，我们要把贵柚子放进微波炉加热。好，我们把刚刚弄碎的果仁放进贵柚子里面，然后准备一个盘子，把刚刚搅拌好的放进去，然后往一边压，完成了 Mr. Chan 的油脂蜂蜜果仁糖。두번째 Mr. Chan 的대추쌀과자，这个更简单哦。首先我们要把剪刀把红枣蜜里面的果肉剪碎，弄碎一点也没有关系哦。剪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 ，Go Go Go！这是我们早餐常常吃的谷类米片，放进去。
假扮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弄得太碎哦。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在盘子上，跟刚才一样。完成，你世上的办公室健康小吃，你看，这就是油脂蜂蜜果仁糖。还有这个就是红枣米饼，好想吃哦！Ha ha ha!